来这里买点水果，买个五包就够了，还有一点点的钱我吸一下。吸吗？在买水泥回来的路上，看到一个前面的车把这个鸟撞晕了，它现在好像晕乎乎的，我把它捡起来了，变得好了一点啊。这个鸟它是小小的，大鸟很大的，这个不太小啊。在路上我差点压到它，它的指甲你看好厉害啊，它指甲啊，把它放了吧。这个鸟还活着，应该飞走了。飞走了啊，现在应该活得了了，我们回去了，把这个水泥抬到里面去，放了这个车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还有明天要拉一车沙子来，围墙还有一点点要漆一下，漆一下几乎都没什么了，就准备做池子了。